天气太热，吃鸡我们就吃手撕柠檬鸡，酸爽滑嫩，吃肉实在太过瘾了。准备半只性格内向的鸡，在牙签身上扎上小孔，放料酒去腥。好吃的关键，加一大勺盐焗粉，一勺食用油，里里外外涂抹均匀，然后放进蒸锅蒸熟。蒸熟的鸡肉凉透后，用我的左手撕成小条，加蒜末、小米辣、洋葱、几片柠檬、香菜，再倒入蒸盘的鸡汤，搅拌均匀。哇，太开胃了，鸡肉你别总是红烧了，一定要试试这么做，全家大小都爱吃。